咁暑假時間咧，我會好鼓勵大家去我自己咧以前嘅每一個暑假，我都會去學嘢啦，去或者做義工啦，去感受一下個世界，即係唔好淨係困喺自己一個框框，或者你屋企啊，淨係上網啊、睇電視啊。其實咧，你最緊要咧就喺呢個暑假度咧，把握時間去幫助其他人，去做義工，感受一下啊，原來世界有好多人可以需要我哋幫助啊。或者你喺從你幫助人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幫緊你自己嘅，你揾緊自己咧人生真正嘅價值，你自己咧用你自己。因此去幫助到人咧，你嗰個滿足感咧係好大，所以鼓勵大家咧喺暑假嘅時候咧，揾一啲去學，揾一啲去幫助，去令你嘅暑假咧過得好有意義。